恁敢捌看过、听讲伊有新闻讲伊有食钱，敢伊有贪污？无啦，伊拢无道德正义啦，这就是表示讲伊是一个足清气的人啦，破声搁吹一下啦。无官办啊啦，民进党执政吼就是安尼啦，啊、哦，伊甲我讲一个故事，伊讲啊，歹势吼，机场我唔知道有伫个无，这私底下讲我唔知会使讲无。啊未来吼，啊未来，咱偷偷啊讲，啊阿姨啊来，你唔好甲讲，拜托。伊讲伊有一天啊，你知影嘛？立法院副院长就一台国产的乌头车嘛。伊讲有一天啊，敢那是司机违规啦。啊！违规，警察甲抓落来啦！吼、哦，抓落来呢，迄、那个司机吼、哦，看到了吼、哦，去甲讲，阮这内底坐入法院副院长啦，吼、哦，会使迈开无？单迈开啊！结果呢？结果，迄、那个司机怎啊个走转来讲，甲副院长啊，甲蔡局长讲吼，哦，伊吼、哦，伊吼、哦。讲吼，本来爱罚我是比例尔啦。伊讲本来爱罚1500，即马甲你开900个啦，开900个啦，安尼啊。啊，伊怎啊甲副院长报告啊？副院长讲，恁个哩，你较要去甲讲，该开偌济就开偌济，较要开咱较紧来走。结果，这个少年的警察。等于你分局可能甲分局长报告讲，啊，歹势，我今仔日吼去开单开到立法院副院长了。好，迄副院长随敲电话来，甲蔡其昌副院长回信咧。你知影其昌啊安怎讲无？其昌啊讲，第一，你袂使甲回信咧，因为伊是执行公务，该安怎就安怎。好，伊无唔对，伊做做好。第二。你不准甲处分，而且爱阁甲加奖。然后，伊伫立法院，吼、哦，含林佳龙，迄号做啥？你知无？迄号做上下游一贯作业，迄号做一个做球，一个杀球，迄号做一个前锋，一个后卫，你创啥？替。台中打拼争取预算甲建设，破声吹者。林佳龙是103年5月，唔是歹势，伊是12月嘛吼，12月。103年的上半年 ，PM2.5 这种环保署的吼 ，PM2.5 是28.9每立方公尺28.9微克。到个去年的上半年是22.3微克，到今年的上半年20.9微克，是百年来上低。紫爆天数，好，你若讲啊，空气咱啊，迄个啥，迄个看起来是紫色的，迄个图啊，紫爆天数，103年上半年有50天，到个今年107年上半年存紫爆天数存10天。嘛是8年来最低，迄花博用到这么水这么好，全世界邀请到我有去看呢，全世界邀请到要到30个国家来作为参展来设馆，有荷兰馆、德国馆、法国馆，迄远在欧洲人都来到这共襄盛举。讲学历好啊哈，讲教育程度学历，伊是台北建中毕业的，伊是台大毕业的。伊是美国世界上好的大学之一，叫做耶鲁大学的博士。咱普先吹一下好无？恁敢捌看过、听讲伊有新闻讲伊有食钱？敢伊有贪污？无啦，伊拢无道德正义啦。这就是表示讲伊是一个足清气的人啦。普先我吹一下啦。过来，伊即马几岁？现在几岁？54岁啦，54岁，叫做邓好用啊，好声够吹一下啦。